大家好，我是花子，千村万户，我们来到了四川广元。今天小米姐做一道手擀面啊，也是他们当地的特色的面食。这个是昨天晚上泡好的黄豆，然后现在来把它磨成豆浆。我们用的是这个以前的石磨。现在用这个30克豆浆滤一下，然后等一下那个豆腐滤了之后，豆腐块大一点。放点盐在上面，这个吃起来有嚼劲。这个酸水从边上放进去，然后它这个豆浆就清了，清了豆腐也就出来了。现在豆腐已经出来了，烧开机开了之后就可以出面包，把豆腐盛起来。早上终于把这个手擀面做好了，现在尝尝，还有豆腐，嗯，味道很好，这个面非常有嚼劲。然后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手擀面呢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番子TV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 TV。